的中戏呢，你敢想看嘛？600万只，市底下都破产了，在底下嘛破产，台底下卖猪肉嘛破产。啊你哦，唔那无猪肉人食，嘛无肉鸡人食，嘛无贡丸人食，嘛无肉素人食，大拢无啊，连咩拜拜三香嘛减一人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真正蔡总统领导有方，咱足拍拼，立法委员、立法院足支持，所以咱台湾到现在，我们还是滴水不漏，严格守护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这就是有政府会做事，啊，若无到今仔咱就害啊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有人安尼乱骂讲蔡政府不会做事，都没做事。我讲你实足无良心，哪食猪肉哪骂人，做做甲官老骂骂甲嫌烂老，迄就足无良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都爱选会做事，蔡政府会做事，大家继续做，对不对？我甲大家报告，蔡总统你看就任了，唔那是非洲猪瘟防治很好，而且蔡总统你看中美贸易大战，大国拢起战。甲咱台湾反而较好康，因为迄两只大只相拍，咱伫边仔小心嘞，万一打着，身着拳头皮，对不对？啊，佫捡看有肉油啊无，对不对？结果联合国亚洲银行宣布，中美贸易大战最赚钱就是台湾，所以你看进台商拢回台，对不对？超过7000亿啊嘞，创造6万多个就业机会。经济做起来好起来，对不对？股市11000点，对不对？所以咱经济一个好，你看蔡总统偌好，第一甲你减税，对吧？今红阿某两个一年若赚81万以下，免交税。你若阁请两个囝，123万免交税，安尼是不是上好？政府无甲你扣税，阁甲你减税，哪有遮好的蔡总统、蔡政府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你福利足好，逐项甲你补助，生囝补助，读幼儿园补助，老人嘛补助，买车嘛补助，计程车旧的换新的补助，大卡车一台补助40万，安尼好无？哦，农民啊补助，市民嘛补助，逐项补助，透这个政府无甲你扣钱，都甲你发钱，这上好对不对？我伫立法院被立法委员质询，国民党讲你最会花钱。多花钱给人民，我讲啊，人民政府花钱给他，哪一个反对？你敢讲？你讲你反对哪一个？我来甲讲讲，就是你反对，拢唔敢讲，对不对？所以政府甲你减税，阁会当互你福利，刷咧年底阁有存钱，安尼有够无？哦，蔡总统领导的政府，起码得要4年啊。马英九做8年，逐年都红字，吼、哦，逐年千块的，上济一年了2000块的红字。蔡总统一个起来，开始存钱，去年存1100万的，安尼有够无？